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阿师。 OK， 下面我游戏是小鬼朋友赚钱赚幽冥路。那我们现在这一集的主线关卡呢，要玩的是解孔雀鬼众战云城吗？解孔雀鬼众战云城是吗？铁砂会加盟后，丰都势力扩展到了两广和云贵一带，与天龙教冲突首当告捷，更让丰都声威大振，恢复者络绎不绝。在西南站稳脚跟后，阎罗率领帮众前往黑狗龙王指示的地点拦截孔雀王朝的残兵部队，而此时出现在众人眼前这支部队却是 OK。 好，这次我们要帮黑狗龙王去孔雀王朝截这个一个部队。妹子，你回来了，前方动静如何？回大哥，前头两条岔道，一条往大理木王府，另一条便是往孔雀王朝。弟兄们在孔雀王朝那条路上目击了一队人马正往这来，想必便是咱们此次目标。但在往木王府的那条路上，远处烟尘滚滚，怕另有大队军马正往此处赶来。是来接应孔雀王朝的吗？穆王府替我朝镇西南边疆多年，素闻其与异族交好，他若发兵相助，倒也是情理之中。寻常光兵倒也罢了，可来的既是穆王府的精兵，咱们这次行动，看来不会太容易。大哥，你也别烦恼了，此地多山，那大军赶到这还有一段时间，只要我们能在他们到达之前捉住目标也就成了。正是正是，覆水难收，何惧百万雄兵。不错不错，莫以成舟，咱们溜之大吉。帮助牛头阿胖愿率族人逐入那海能军队，帮助争取时间。对方乃是云南精兵，阿鹏，你可有把握？回帮主，那些汉人虽久居云南，咱们铁砂会的毒雾战旗不同一般，还可阻得他们一时。好，那便依你所言，切记莫要逞强，我阻挡不住，速速撤退。遵命，铁砂分度的勇士们，现在就是咱们报效帮主的时刻，随阿鹏来。报效帮主，报效帮主。孟婆、汉官、黑白无常，尔等随严某突袭孔雀王朝的人马，速战速决，将之申请，莫伤了人。是，帮主放心，交给杂兄弟，大鬼、小鬼、胖鬼、瘦鬼，咱们都能给帮主勾回来。他们两个真是神经病。孟婆判官，他们血量蛮少的。可以放一个，就这个好了。哦，原来是佛母哦。哦，对哦，佛母以前是孔雀王朝的人。别再哭了，我们快到了。佛母，孔雀王朝已经，我们以后究竟该去何从？何去何从？你，哼。佛母，我那样不开心了吗？对不起，我不哭了，你别生气。以后的事，那穆王府给我们安排，你只要乖乖听话，就不会有事。你要对得起圣女大人的牺牲。是。两个女人，看起来黑手罗王要的便是他们。那阴阳人的口味，咱们可不懂。竟然对这光头尼姑也有兴趣，
可不是饥不择食，我倒是喜新厌旧。不太对劲，都没见到王爷的军队。怕不是咱们找到发言西用的响箭？但见那官兵取出弓矢，待朝天射出，说时迟那时快，一只匕首破空飞来，不偏不倚刺进那官兵手腕。啊！我的手，我的手啊！啊！有埋伏！阎罗王，鬼啊！莫慌，保持阵型，拿下！击败佛母，我方所有人败退。其实阎罗帮他们是没办法的事，因为不帮黑种罗王灭的就是阎罗他们。这地形不是很好。游侠，听说这个抓的会蛮好的，只是我现在没有麻绳了，用完了，早知道不要抓太多了。哦，尊主，我的尊主啊，能为尊主奉献这卑贱的身躯，是小人的荣幸。原本是孔雀王朝圣女身边的侍母，孔雀王朝被黑色龙王所灭后，佛母亦得到解放。从此转入黑暗之中，做一些不为人知的勾当。霸体，太。哦，又霸体。霸体这招很麻烦呐、啊，反正只要佛母击退就可以了。这个树很讨厌，一直挡到我的人。嗯，那只有先让他先点穴他或胆穴。哼，你们是什么人？放下武器，随我们走。你以为我会这么听你的话吗？我历经国破家亡，生离死别，如今重生机会就近在咫尺，我怎能让他从眼前溜走？呵，这尼姑，寒毒喷人。自身放飞，
三魂七魄。大上行，距离两格内的，距离一格，距离两格。都单体技哦，有范围技，这个还可以。凡阻碍尊者道路者，我很乐意送你上路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圣哥教会我的伎俩，你可还没见识过呢。啊，按错。又霸体。死去。帮主，有古怪。他们大军兵分多路，片刻就要到了。什么？帮主，情况不妙，若是穆王大军将他们包围了。判官，黑板无常，率部众接应阿庞，确保退路。遵命。妹子，咱们抓紧时间，把你外二从那尼姑手上抢来，再由挡路者杀五色。是。哦，尊主。我的尊主啊，能为尊主奉献这卑贱的身躯，是小人的荣幸。好。桌椅。上行两个放回击，哦，连击，啊，死掉。我一看古鲁那亚马车那个尼亚那亚门。定身，躺下。文静之这一集本事得手，怎要伏魔双环上一股强大内劲突投身，竟反将文静之震得手腕酸麻，气血方涌。判官，本官无事，帮主当心，这妖女姑不知念的什么咒，功力突然强了一倍。乖乖与龙叮咚，这尼姑莫不是疯了？保护圣女，杀退贼人。圣女，不知那妖女连这些官兵都如此奋勇，是在保护那女娃儿吗？那这样子。打不赢吗？一个补血是怎样？而且补全满。直线重伤，断筋。
干咕噜那样吗？这那个你要那样吗？他要霸体了，他要给我霸体了。哦，尊主，我的尊主啊！能为尊主奉献这卑贱的身躯，是小人的荣幸。死亡宣告。绝命爪，那个击退是不是？判官那种醉拳的那个动作，才是有点瞎。哎，走错了，少走一个。下一集就让他死。佛母，还不错的兵刃，住口，住口啊！何方逆贼，竟敢袭击王军众将士，杀贼救人！王主，这妖女竟然还如此顽强。罢了，先拿了小女娃儿，才做打算。妹子，拿了小女娃儿，怎么撤？哼，小姑娘，随我来吧。啊，救下圣女，大火上啊！几名官兵拼尽全力一拥而上，数杆铁枪自四面八方而来，眼看便要将孟庆师刺客对穿。刘神。严丹生运气古劲，刷刷数刀，霎时间将满从枪杆尽数斩落，竟未伤到孟倩丝分毫。大哥，多谢。咱们快走，抵达撤离点，我方所有人败退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快保护父子，保护圣女！军队越来越多了，给快斩这些人，你给抢过来。我们已经抢过来了。兄弟们，开火！保命要紧，你还有闲情逸致看那个简介？都想抓他哎，生火兵好像很强哎。火神炮啊，算了啦，没有空了，赶快走了。壮志饥餐葫芦肉，小谈可以匈奴血。壮志饥餐葫芦肉，小谈可以匈奴血。杀！一个人走就可以吗？本座看上的物事可没那么容易溜走。严丹生只觉得一阵深深寒气突立窜上背脊，当即无暇思索，单刀向后一挡。听得叮叮叮叮叮，不绝于耳。本以为已尽数掌下来点攻势，却觉右肩左腿一阵刺痛，竟然是找了对手的道。好快，大哥啊！但看剑光一闪，分开了孟倩师和少女。若非孟倩师侧身得快，先束手，此刻只怕已成了落地残肢。哦，女娲儿能避开本座这剑。轻功倒练得不错，放下身。只见那萧来者，瘦萧来者来回穿出大军阵中，一手持细剑，一手牢牢捉住了少女，手中长剑闪出，无不血流成河，断臂残肢散落一地。啊！不要！你快放了我！佛母，放了你！小女娲儿与本处有极大用处，怎能放了你？
佛母舞动双环，如风狗一般扑向那老者。欲见却见那老者长剑闪出，佛母手腕鲜血四溅，双环脱手而去。佛母，哦，中了本座方才这里有剑，两条臂膀竟还没给卸去，你这尼姑的妖法倒还有些可看之处，暂且饶你一命。何等美妙的武艺！打去末退，奋勇上前。妖怪，那不是人，是妖怪啊！大哥，你的伤？没事，帮主当心，此人非同小可。哥老子，这老头杀人跟砍瓜切菜似的，这是什么武功？你们别出手，他们不是你能对付的对手，只管专心保护弟兄，脱离此地。帮主出的事，咱兄弟俩就负责替大哥大姐开条撤退的路，明哲保身，量力而为。本座不过游居百年，瞧瞧金哥成什么世道，小小劫匪都敢扮成阎王鬼畜出来吓人吗？百年，阁下是何人？莫非也是黑种罗网请来的高手？哈哈哈哈，黑种罗网，本座何等人物，岂会受那乳臭未干的小毛孩驱使？你我既非同路人，年某便不能将这女娃儿让给你。哦，阎罗王，你大要如何啊？我逢都弟兄为这女娃儿远道而来，多有死伤，如今怎能空手而回？哼啊！连丹生面成紫气，单刀古劲，大喝一声便朝那老者砍去，却见那老者干扁的嘴角微微一扬，连丹生连砍数刀，竟都给他以鬼面般的身法避了开去。好好好，这倒有些意思，你这功夫竟和当年那伪君子的功夫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哦哟，伪君子就是他说的是华山月步群的紫霞神功，该不会阎罗王练的也是紫霞神功吧？便让本人做来点醒你，何谓真正的无敌？即拜辟邪老人。像你这位高手，我见多了。当此相过后，你就明白高手与无敌的差别。天一城城主已是法号三巡，事件幕后真正主使，为了称霸武营，我无所不用其极。OK， 如果可以抓到他，那太棒了。可惜应该是抓不到，太难抓了、啊。然后其他人怎么办？这样可以抓吗？要抓要看，我觉得可以耶，可以试试看。我想抓那个这个炮火兵，可是好像行动力不足哎。壮志饥餐葫芦肉，小谈可以匈奴血，杀！好，我们等一下再抓。影像应该抓不到。离我太远了。蹦蹦蹦，嘎啦嘎嘎！蹦蹦蹦，嘎啦嘎嘎！兄弟们，开火！蹦蹦蹦，嘎啦嘎嘎！兄弟们，开火！好好笑、哦，幽默幽默。我只敢说高金枪怀，我只敢破天下无敌。就像你的失败，今天我敢的风采。防那个闪避率太高了。好、哦，多远一点？打不到。
像你这位高手，我见多了。当此前过后，你就明白高手与无敌的差别。好了好了，好，我们要抓他。276好像有点。蹦蹦蹦，嘎啦嘎嘎！蹦蹦蹦，嘎啦嘎嘎！好，我抓他了，希望会抓成功。Yes， 抓到。再来就是你了，一些老人是吧？看我怎么样杀爆你！没中，恐惧胆怯，阴风怒号，还有闪掉了。常氏兄弟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你们今天可倒大霉了。这个是号令天下，忘记是什么干嘛的。大善喜。哎呀！我的少林武真要死啊！还好，那死变态啊你啊！喂喂喂，你不能开火啊！不应该。我一剑杀高金枪怀，我一剑破天下无敌。就像你的失败，今天我见的好彩。哦，你看这个，大军阵中，只见一大成那老者飘逸腾挪，转瞬过了数十招，刀剑却从来不曾交汇。老者的死剑如鬼如魅，每次出现无不指向严大生要害。若非严大生勉力看准剑路，出招之际留神避开要害，此刻身上早是几十个对床的窟窿。但即便如此，严大生一身警袍乃是给那老子的细剑画了千疮百孔，鲜血自创窗口灼灼流出，将情袍染得更是鲜艳。严大生突觉眼前一黑，双膝一跪，单刀驻地，险些不省人事，却依旧勉力支撑。大哥，能抵挡这么久，至少是比当年那矮子和头子还来得有趣多了。不过流这么多血，看来也是到此为止了。当年那个矮子是谁啊？忘记名字了。那个头子我也忘记了。如何，阎罗王？此刻你可知道高手和无敌的差别了吗？这老者初见之恐，流落过一生，莫非是江湖传闻中的剑圣？哦，阎罗，剑圣然后长这样啊？你猜呀猜，猜个地方啊？可传言剑圣厌倦江湖纷扰，
十多年前便隐居山林，不再过问世事。加之其人虽狂傲，但毕竟是正派中人，断不会自降身份跟这杀官掳人之事。他身亡太快，凭我现在的武艺，正面比拼是胜不了他的。若是有什么办法能牵住这老者，匪贼，吃我！啊啊！救下圣！啊啊！你这恶魔，怎么能杀这么多人？无用碍事的家伙如此之多，这些无用的臭皮囊，没得弄脏我的衣袍。哼，没用臭皮囊吗？嗯，阎罗王，你在那嘀咕些什么？老头，你今日杀这些孤魂野鬼，每个都来我这告你一状。哼，是怕你报应马上便要来了。哈哈哈，阎罗王，死到临头还想装神弄鬼吧？也罢，本座也有些腻了，是时候送你去见真正的阎王了。老者长剑突出，眼看便要结果的严丹生，却看严丹生翻身一滚，双手拾起身旁之物，奋力直向那老者。哼，耍什么花招？嗯，老者想也不想，对着来物便是一掌，却见那物一分为二，鲜红的鲜血全喷溅到他的脸上。啊，我的眼睛，我自豪的眼睛！我要看不见啊！是那兔子，兔子是那兔子。只见那老者长剑落地，满脸花乱，一双枯手拼命往脸上抓去，想抹去鲜血。兔子，兔子，这是圣女大人，快将圣女大人送回王府。慢着，还有佛母，佛母。王主，现在就是机会。好，岛上诛杀匪贼。哦，又来了。求你尽为高手，心理阴影。当此剑归腰，你就明白高手与无敌的差别。孙先生，把他干掉。哦，又给我。被打中了。哦，回三天三千滴血，太夸张了吧。免一点血，你要骂嘞？就像你的失败，今天我剑的风采。点血是没用了。那就胆怯恐惧之类的。哦，看来阎王的命中率要加一点点了。嗯，离远点打好了。啊，一直中不了。完了完了！干咗猛婆汤，除我风度，判罪缺盐，审恩断扬。炮火啊，帮我打辟邪老人啊！
掉。判官会打中他哎，而且文某乃是朝廷民官，为什么判官跟那些土匪是同流合污哎？判官打中几率蛮高的，可是他命中率还比较低耶，奇怪。本座会走了你们这些蝼蚁的道。老者虽身披素创，鲜血满身，手持长剑，依然在数招内便将丰都众人逼退。阁老子的什么东西？这是尸体。尊主，很好，你还记得本座？本座要是一死，你体内的银针也就无药可救。怀斯里没有银针，尊主，你身体的出狱尚需调养，还请回宫歇息。属下一命的其他法子，能将你的身子完全复原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干的可真不错，想做固然还是做得到，是不是？将这尼姑也带回去，肯定派得上用场。是，哼，想走，莫让贼人溜了。尊主，属下失礼了。原本伫立不动的几具银尸忽立具跃起，双爪齐挥，将一杆等破在老者三尺开外，一具银尸抱起满身鲜血老者，另一具银尸拉起佛母跃入三剑，失去踪影。哼，大哥，趁着此刻官兵受这些尸火牵制，张美快撤了。你说的对，来人，快护卫帮主撤退。帮主，你撤着点。阿庞有铁叉布的药物，能让你舒服些。多谢，咱们快走。我还以为要打嘞，金针熊掌熊胆。喊官，伤亡如何？回帮主，也有200名弟兄与官兵交战的过程中丧命，另有100名弟兄在战斗中负伤。部分弟兄伤势过重，可能撑不过今晚。啊，就是死伤过半。那女娲呢？没做什么。是，兵荒马乱之中，给穆王府的军队救去。唉，金枝，咱们这是败了。是，我等远非那老者之敌。不但是那老者，就连穆王府来源的消息，咱们也没调查清楚。仓促进发，累得损兵折将。这无会的死亡一直是张木想避免的。塞嘎杀，塞嘎，对不起，塞该该杀之人就该活之人，可如今却是我将他们亲手送进阎王殿。一入丰都，便是入了阎王殿，何来送进阎王殿之所？刀子上天血的日子，弟兄们都清楚。这便是江湖，要想伸张我等正义，是那必经之过程。帮主，你给咱们起个头，自然也要能够承担这一切。哈哈哈哈，说的不错，没有这个扛当，我做什么阎罗王？没有觉悟，做什么鬼卒？修俗二风，传你敖广罗刹，好生抚恤阵亡弟兄之家眷。我等会在铁叉分舵休养一段时间，待伤员全数复原后，启程经海路回东海分舵。遵命。那么黑虫罗王交付于我等的任务，哼，没人做到那我贼要的东西，自然就没有其他选择，早晚也得和他。梁生语音未落，却见莫千之抢入屋内，面色慌张。大哥，咱们得立刻回去。妹子，为何如此慌张？是敖广的来信，黑虫罗王的舰队袭击了东海分舵，也太快了吧！我们才刚吃饭，你就袭击我们，还是他本来就要袭击我们 ？OK， 那我们这一刀结束了。那喜欢频道，欢迎到影片的左下方图片按个订阅，欢迎到右上方的订阅把铃铛给打开，也欢迎到粉丝专页按个赞，也追踪最新消息。那大师现在有微博了，微博上面会发讯息说，我更新了这样子。OK， 好，就这样，拜拜。